来源：新浪科技9月4日下午消息。今日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称，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审议一项合并中国联通集团和中国电信集团的计划。受此消息影响，中国联通00762HK 港股股价上涨 0.55 港元，上涨至每股 9.60 港元，大涨 6.08%。 中国电信00728HK 港股股价上涨 0.21 港元，上涨至每股 3.95 港元，大涨 5.62%。 知情人士称，最高领导人尚未就该计划做出最终决定，合并两家集团主要是为了加快 5G 的发展。